接下来的第十组呢，他们的团名呢叫做击败骰子牛魔。好，这一组他们的团体呢，这一组带来的作品是来自于白金工作室，他们所开发的一个动作 RPG 游戏，在之前推出了之后，全世界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潮哦，尼尔这个自动人形。那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大家看实况或自己玩呢，都被里面的这个世界观、故事以及它很奇怪的系统给深深的吸引。在整个故事呢，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人类派了人形兵器回到地球，把地球上面的机器人杀了一干二净的故事啦。那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始讨论生命、灵魂存在的定义的一个作品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今天呢，由我们的第十组参赛者击败骰子牛魔来为大家来诠释这部作品，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的演出。捕捉机，带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兔皮，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被病毒感染了，我马上帮你治疗。糟了！记录中没有这样的机械生物。捕捉机上。了解。兔皮，小心。计划，麻烦你掩护我一下。没问题，快去吧。兔皮，我已经成功害入了敌人，给他致命一击吧。好。指标，病毒感染，大九成分三，丧失所有行动能力。Thank you.
这是特币。掌声鼓励鼓励，这是我们的第十组的参赛者击败骰子牛魔。好，哇哦，看到大家都是屏息在看的，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一边喝水，眼睛还要就是这样看的，就是没有办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好，那东西很多，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团员好了，有没有谁是 OK 的，就是现场有多一只手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的，来，代表整个团体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来跟试试看，是应该有没有？大家好，我们是击败骰子牛，然后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男子，来，彤彤，他是第一次踏上 cosplay 比赛的舞台，哦，他很认真，可以请求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吗？哦，第一次的 cosplay 舞台，然后首先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看得出来，女生找男生演，男生找女生演，整团性转。有，我们刚刚应该没有人没有发现到啦。好 ，OK， 这么明显，那么赚。对，可是呢，其实这一次我们发现很有趣的是哦，我们在每次看你们的演出，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完整，而且其实可以有时候甚至觉得是复杂程度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演出哦。所以整体上的一个剧情到底是谁还是大家一起讨论去决定出来的呢？基本上我会先想一个剧情的主轴，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说这样子可不可行，然后可行的话，就直接就照这样的方式去编排音乐，所以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复杂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加很多东西进去，因为你有这个东西，实在是它有很深奥的那种东西在那个游戏里面。然后因为我们的角色的关系，因为时间轴的关系，我们的变成有些地方必须原创。就是浓缩也好，精华也好，原创也好，就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想要让大家感受到那一种人造人跟机械生物之间的那一种矛盾跟无奈。我想大家可以刚刚可以看到这种感觉，就到底灵魂是什么，活着的是什么，生物是什么，机械又是什么，可以通过他们表演能够看到。而且当然也重现了游戏当中很精彩的一些高速的连段战斗。所以这些造型，就你们刚才讲的，我们刚才讲的剧情造型啊，编排这个整个武器是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的？造型的部分就是看游戏怎么样子做，所以是谁负责做的？基本上全部都丢给他负责做，各自来。像我的衣服都自己做，然后他们的衣服自己处理这样。然后武打的部分就是会先想一个 tempo， OK， 然后再找那个要对决的那一个人。然后就互相练习，然后反正就是把他打死就对了，打死就对了。上台前就先跟他呛说：“你要小心，我真的会砍你。”OK， 所以来真就是一种很认真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新天真剑的。然后他还为了练习那个脚尖啊，里面都可以贴基地。他因为都受伤了，付出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从服装道具、舞台上的武器安排、剧情的走势，大家呢一起就是亲力亲为的完成了所有的一个表演。那呈现出来的效果，大家应该看到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希望呢也你们有很好的成绩。您今天作为第一次上舞台，您想要说说话吗？还是还没有办法？没办法跟大家这样好，打个招呼就好，一个就是 say hello 就好。然后你讲话。彤彤是彤彤刚开始 cosplay， 没有啊，已经玩很久了。cosplay 本身是已经玩很久了，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被他们挖进来，然后上到舞台上面来的呢？之前一开始玩 cosplay 有想过说，想要上舞台吗？没有完全没有，只想要拍好看漂亮的照片。所以实际上来之后，也表演完了嘛，对不对？您觉得好不好玩呢？上舞台？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是不是？哇，你看这三个爽的，好，那我们希望下次我们在舞台上面再看到你们一起的演出，好不好？好 ，OK， 那代表你们团体谢谢大家吧。谢谢大家。谢谢，这是我们的第十组击败骰子牛魔所带来的尼尔自动人形的一个演出。